这是台商赴美新的一个非常大的开发案。那么最近他们在里面开了一间新的 mall， 叫做 Crescent Mall， 听说是越南目前最大的 mall。 我拜访这些台商，他们跟我说这间是开来买给越南的上流人士来买，有影无？赶紧进来看一下。啊，这个哦，越南最大的小屏幕。嗯。啊，叫啥名？今年一月六号开幕。奎森幕。它就叫奎森幕。哦。3D 电影院、美食街，还有儿童游乐区。儿童游乐区有。然后地下有超级市场、电子商城。哦、啊，总计11万平方米。11万平方米。哎，那个带到南越来的鱼种跟水。南中国海。包括珊瑚吗？对啊，珊瑚，包括珊瑚。新加坡过来进军在越南的面包店，所以它的口味跟我们台湾的面包比较接近。叫波尼亚，马来西亚人经营的品牌，很像欧洲的品牌，而且它是意大利的设计师设计的产品，所以你啊，就很有欧洲的风味。看着惊着，名牌拢伫遮呢。其实来到越南，我感觉是安尼啦，好嘢人做好嘢，阿善嘞嘛是真善。只是当初迄个无产阶级革命，还是咧战啥会啊？那 logo 应该是那个 logo。哦，哎，那个是我们的 logo。哇，吓死了！啊，刚好 HTC 啊、哦，闪送。越南的厂牌 Bambo 情侣套装，越南这几年的经济发展都在两位数字以上，所以呢，越南机会来啊，越南要加油。哦，这边有六个厅哦，六个厅三 D 的。他这个男人，他就来这看电影啦，所以普通我来拜了礼拜，现在来吼，三个要来就包场啊。发音是原音。哦，他打字幕而已，他没有再另外把它翻成他们。没有没有。他、啊、电视也这样吗？电视就不一样，电视就是一个人从头翻到尾。哦。有时候配音，有时候。对，有时候会有配音。男的是他的声音。哦，真的吗？不是肯德基，这是最流行的素食店了、哦。哦，这里没有麦当劳。哦，没有麦当劳。对，他现在麦当劳进不来。他这个农特利在台湾已经消失了，感觉家这随便做到最后了。这家牛肉厂啊，嗯 ，Happy 一百。哦，可是因为上。好，看完啦，啊，你甲看，越南一定是咧改变啦，对无？